这边应该是汇集了现在台湾所有的比较好玩的一些新科技和黑科技的产品，今天我就来看一看都有什么。我现在在这个 ROG 的游戏体验店，我不知道北京现在有没有，但是我觉得还蛮酷的。今天是一个酷酷的游戏啊。玩一下这个疯狂的兔子 VR， 我在 VR 体验店，体验还蛮好的。等到你戴上这个 VR 眼镜以后呢，它是一个365度，你可以向上看，你也可以向左向右，你的周围是完全置身于那个游戏的环境当中的。会比较冷，他们提供了一个毯子给我，没玩过，有点小激动。像这个其实主要是你在看它用 VR 给你营造出的一个真实的视觉效果，就是你会真的感觉自己在这个雪山之中。确实好吃，最好的搭配应该是进口天妇罗，然后再我今天喝的是这个金色油雾。可以用比特币支付吗？对，我想用比特币试一下。你说一个台币的数字是吗？它现在的汇率是这样，对。然后之后呢，我们会给客人做一个扫描的动作，就是会等他支付，那他会再用他手机的那个 app 去做一个扫描。再点一下哦，你看已经输入了金额 ，OK， 那我点确认应该就可以了吧？请稍等，发送成功。那应该是这一个，你打开你的钱包看一下，你收到付款了，成功了，开心哦！所以数量是0.00173749个比特币，然后让我来接受这个大奖大礼。哎，有了，一个帽子哦，怎么样，好不好看？还不错，我去照镜子挑。谢谢老板，给大家打个招呼吧。OK 了，成功了。好，欢迎大家来。欢迎大家来。那你说一下你酒吧叫什么？叫23 Public。23 Public。对对。23 Public。今天来试一下用那个比特币支付。对，真的。用比特币支付，超酷啊，超酷！老板要请喝酒，我就经常。好，今天喝酒，多聊几天。